这个是美方主动调查，美方主动告知的。那这也是他们基于这一个这个不管跟哪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军售制度啊，它所本身具有的一个防避的一个措施。所以这，他主动告知我们之后呢，也同时告知我们，基于我们的要求也说明，就是说正在进行相关的司法程序。那进行相关司法程序之后呢，那会将我们应该所获得的这个被高估的这样子的一个雷神公司的不当得利的款项和权属罚款。